我们现在开始开会。来，跟我们先宣布上一次的会议记录哈，已经放在各位议员的桌上，请各位议员参阅。好，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好，那通过。那向大会报告哈，现在继续我们的交通部门的业务咨询报告哈。那我第一个登记的是郑新柱议员，15分钟。主席，咱的交通部门的哈，甲咱在收在长官大家搞早，来请教迄个咱的交通局长一下哈，那个。在咱的这边，陈局长，咱的业务报告有在讲七个月来，今年二月、正月、甲七月啦，吼，行数违规的有80万，扣饮5000件。咱的市府公库罚款收入有8亿外啦。我未晓算哩，甲外口咱遮的。议会助理吼，叫用计算机甲我算啦。我老师早死，嘛毋捌看到这堆件数。平均一天开单开安尼3000几件，每天的罚款呐400几万吼，这条未歹，这条有收入。来请教局长咧，今年度正月甲七月，含旧年度的正月甲七月，迄、那个件数差别有差别，有增加啊减少？来，请陈局长进来。交通局陈局长是答复。好，谢谢主席，谢谢郑议员的关心啦吼。咱即几冬来的件数吼，差不多拢是有，差不多平均是安尼啦。啊，拄则议员所讲的吼，讲哎、奇怪，啊，迄、那个件数那会讲采罚的结算数较侪，因为咱有迄个催缴其他年度的。咱市民朋友啦。平均数，局长本色的意思就是讲。平均数，你伫正月甲七月，你所报出来讲有80万，要到5000件。旧年正月甲七月，安尼总平均啦，增加减少安尼得，其他，吼、哦，迄个其他唔免阁说明。来，小夏甲讲一下啊，这我差不多当年在问的主席，你知？我当年在问这。我请我那个裁决中心主任，来，再来报告一下。平均开是增加减少安得？跟议员报告一下，那在今年度跟去年度的比较，1到7月是减少的，嘿，因为咱今年的举发件数是比2014年搁较少。啊，你那是依着这个罚款国库收入增加减少？目前来讲，阮的那个局长你请坐嘞哈。阮平均数的部分，我这的资料1到9月份是减少的啦。好，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件数内底。好、哦，啊，这个、平均每工3000外件，比例啊，这个比例统管的是啥？在我们的来的知哎，我15分钟了呀，会等起来2分钟报啊，2、3分钟报啊。在第一个统管的安怎啦？下骹还袂甲斗花手一个呀、哦？无啦，偷偷来，免紧张啦，可能啊，你下暗摆请先生嘛，收惊。了不了，分也看贵啊！我表示的作业无好写。这边的部分的话，跟议员报告哈，咱家一滴的咱。统管的，统管的，我咧讲的，就是讲85000件内底统管的，开单冠军的 No.1 的啦。叫我第一名是啥物话？咱今嘛数字显示是40条，就是一般道路的违规超速的部分，件数上多。会上者是好，你年龄层你有甲差别的无啊？恁无甲无甲小统计咧，是阮70岁以上的，阮即马75岁，还佫电科驾照呢，我足可怜的我。是，这个所有的开单的年龄层，安怎差不多有那冠军的啦？叫我第一名的。大约你用10岁来算，20到30到30到40到50。50到60，也是像我一道的，我一道76、70到80的，
来你能站队队长同管。哦，甲议员报告一下吼，因为咱即马咧统计这部分吼，咱是用迄个翕相的部分，就是讲用进行举发的部分。那进行举发的部分吼，实际上是卡住的部分，所以讲就年龄层的部分吼，无办法去做这个统计。你的自动举发，你嘛是有开刀嘛？为了你能斩到，为自动举发，那唔知爱上，唔知爱共产党来，还是日本来？哪完的呢？起码的红单咧开咧，有人去咧发啦，对不对？啊，你翕相机咪咧，唔知爱讲你能斩？诶，局长嘛，咱咧翕相机的协会，唔知爱咧你能斩的边境哦，啊，要安怎抓查啦？怪贵啊！来，局长来，请局长。有些郑议员吼，我甲郑议员说明一下吼。那因为咱用车牌，吼、哦，车牌是车主，对，所以甲伊是一个开的人，目前咱是无法度吼、哦，完全是一致。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讲，车含车的人无共，是，但是大部分车籍甲伊本人拢总差不多有符合，但是嘛有一个平均数，你认知。是，啊，议员也有对这个资料有兴趣，我来统计，吼、哦，就是用咱所开单的迄个车主啦，因为伊是车牌嘛，吼、哦。啊，车主伊有一个资料，我来统计迄个年龄层，吼、哦。啊，拄只议员所讲的，咱的财阀内面吼、哦、有分三种大的种类啦，吼、哦。就是讲咱本市的市民，伫咱本市违规，啊，所以有开单。第二种就是讲咱的市民的车去外县市开单，去外，迄嘛是算伫咱遮吼。啊，甲外县市的车来甲咱本市，啊，伊本来是啊伫外县市收的。啊，无得收伫咱遮缴的、這個，所以有三大类啦。咱的矿工局讲要一日流啊，全台湾拢要一日流啊，剩个小小即块台湾，搁咧分咧外县市、即县市，都规个都分下咧。我的意思是讲，尽量即个交通的罚款吼，实在是歹趁食啦，时机歹啦，罚掉，大家拢头壳摸得烧。本色含义安尼尔，啊，若就这，看你要安怎开，直直甲开啊。开到总有漏的害，我拢无意见啦。但是若是一般的，你迄有当时迄像个整个精炼大火，迄有人来车来我本色个服务处，就是讲伊个乌托邦精炼打着头前个啦，过着迄个线单出来呢，下钱歹赚呢。即马要搁啥物咧？毅力二修，毅力一修，迄有个人一工个工钱咧赚无够，伊开订单就出来。来，我请教你来，小姐，请坐下，歹势。伊咧即马，咱一个计程车，你即马，你伫恁内，咱有讲即马有要多元化，你甲看多元化计程车落到底，对着现实的业者，我伫讲的就是讲现实咧塞计程车的业者有影响无？家己员报告啦吼，咱即卖交通部要塞的即个多元化计程车方案吼，伊是咱目前的计程车的车队甲咱原始的吼，不管有交。加入车队还是没有加入车队，伊希望伫这个合法的计程车内面，佮去提升因的服务品质，互伊会当受到比较多的弹性。譬如讲，伊的费率唔免受到咱目前固定的这个跳表的费率，因为伊提供的服务较好，会当收较悬的计数。所以这个部分整体来讲，希望是讲对咱合法的计程车来提高他们的收入跟那个生意。啊，最主要嘛是希望讲，透过我们增加合法计程车的这个竞争性吼，会当甲目前非法的迄个 Uber 会当做一寡竞争甲区隔啦，吼。这多元化，话讲说是先进的国家文明的社会必须爱行的路。交通部有这款的意见，本身无意见，但是我伫讲的就是讲目前遐的，遐都那照着原来。安安稳稳地开计程车进现实的业者，来请问高雄市即马挂牌伫咱高雄市啊，咱交通局所发的这计程车的司机营业车偌济？咱目前大概有伫咱本市挂牌大概八千几台啦，八千几台。这含去年我本身的门口有哪八千多台，我是讲这八千多台司机朋友，伊的基本的生活上。因为即卖伊的收入含即个物资波动差足侪，伊应用到的未？是，阮对这计程车的照顾吼，其实持续拢有甲这个业者去沟通。不管阮所推出的这个政策吼，拢有先甲因沟通过，阮才会做啦吼。啊，第二就是讲，拄只议员所讲的多元化计程车，伊有一挂要求，譬如讲，伊袂当出来外口迄个
边开车边揽客，伊敢若会当用轿车，所以对咱无加入车队，目前还佫伫外口用迄个揽客的吼，迄、个部分应该是无影响着。这个道观吼，我赞成啦。啊，像吼，连像我这個教育无关的人，迄道观吼都可以啊，就那种三不可信呢，迄真个到底是？是一个违规还是合法的？这我看，那得爱个特别检查。德文化一定爱合法的部分，嘿。来，请教你，咱这个营业车嘛，那个营业车在走的，这司机胖寒多路的吼，平均年龄头偌济啊？可能有差不多。目前以咱八千偌台计量车、业者个人车为准，其他管区咱免甲管。平均的年龄啊？差不多二五十岁左右啦。唔大啦，有的是较老的车，无遐少年啦，头迄个五十岁，计程车看车队哦，看车队哦，家己员报告吼，咱有一挂车队要求的较悬。这个年龄拢我甲看到十台、九台炸落来，拢差不多含我唔啦，要同级的啊咧。有足侪计程车司机拢是七十五岁伫咧演，要演到几岁？六十五岁伫咧演，演到六十七岁，甚至要搁演到几岁？等等，可。证明着派单价，平均一工咱八千，这我差不多逐年在问的啦，逐届在问的，问到这届议员选了无要做啊啦，教主姐啊，我要搁做一届啦，我都八十嘛要搁做王教师，逐年都在问的，来一工营业额实赚有偌济，卖其他这個、我得讲实赚的哦，扣除油钱，扣除其他你你各个的实赚的来贵不俗，而且不是贵爱贵呢。贵啦吼，贵不俗，甲局长提供一下。平均数高雄市的计程车一工以八点钟来走，超过八点钟拢十点钟左右啦。一工赚偌济？实赚啦。差不多，我的资料啦吼，因为不同的车队有不同的轿车的。无啦，总平均啦，对啦，平均起差不多。平均落啦。差不多一千块到千五块中间。无可能的代志啦，安尼你无坐啦，你敢捌坐到计程车？你唔捌坐到嘛？你唔该坐计程车，甲问我顺便家己有助理咧载我，我不是坐计程车呢，因为人我若坐计程车，无要甲我摕钱捌我，是安尼在有准你听无？拄着我赚，头可能千五块，那千五块安尼啦，我请你上我宿舍面啦，无可能嘛，要上千就拼到八点钟五条钱足，加班的我无算啊，第一千块都拼未开啦，这爱来甲辅导咧，即嘛。像即马秋天，那去是三十外度啦。我有看计程车无咧放冷气的啦，迄拢生痔疮呢。那我请教你，酒驾的平均哦，大部分啦，以你交通局证明的啦，酒驾的发的吼，差不多迄个程度上，程度我咧讲程度啦吼。我故意都袂晓讲，你就知北京伊无读到吼，程度拢差不多哩，对人请局长指教。议员所讲的程度是指什么方式？我的意思就是讲酒驾伊的程度，大学的较侪，教授的较侪，高中的较侪，也是我这老师扎死的较侪，安尼啦，安听有啊吼。台湾的我工作班，差不多高中专科以下啦。差不多什么以下，搁讲一遍啦，拜托。高中学历，啊，甲专科以下。啊，那职业咧？职业学校哦。职业什么职业的酒驾较侪啊？是计程车吗？包含内，你所开的单内底，真的，恁都困扰咧开八十万外万车酒。议员所讲的迄个总兵检查，不管开车、骑奥多麦、骑卡达车、用行的，迄骑迄两辆的乌白撞的也算落啦。你都开八十万件嘞，啊对不对？平均来。职业我甲议员报告吼，可能无这个，我目前无这个资料。无这个统计。是是。咱的服务部长邱泰山在讲酒驾的吼，拢是中小阶层、手民、单车，规个面白到乌索索、地瓜的，兼唔捌字的，你的看法咧？酒驾的部分吼是较特别啦吼，因为这无啦，邱泰山部长讲酒驾的，一直你问你公开咧答询啦。中小阶层啦，骑奥多马的啦，唔捌字的啦，手民趁钱的啦，破风人啊的啦，拢起来在酒驾，你也看。是是是，
酒驾无一定拢是拄只诶议员所讲诶，遮个朋友吼，嘛有足侪迄个上班族诶，甚至高阶啊，嘛有迄个外商公司诶主管吼，离咱遮酒驾阁走倒去英国诶。咱唔免讲，因服务部长讲安尼，迄、那个主席啊，你嘛过两三分钟啊，好啊咧，用南阿弥陀佛加甲你念三句咧，过头去吼。迄个服务部长讲安尼，你有同感无？无安尼尔得啦，其他唔免讲伊啊，我听袂清楚。伊讲只要开酒驾，你问伊公开讲的报告，中小街站手面咱只地龟的啊啦，胖韩多路的啦。啊，是做粗工的无人气的啦，迄徛倒摆讲的拢酒驾较济。你的看法，伊哩吼，你即交通局长伊对伊哩家己的即个观感的观点，开八十外万件，你的看法呢？我感觉伊迄个讲法，酒驾那是迄个改善，应该是无啥正确的，无即款的差别吧？对。咱本党的立委嘛是酒驾酒酒嘞，驾驾嘞，酒驾，安尼落到底嘛是咧做立委呢？啊，嘛有迄名嘴呢？啊，嘛有迄博士教授嘛有酒驾呢？迄报纸电视咧报一个公务人员嘛是酒驾呢，佫兼吊牌呢？他拢落落迄唔捌伊个兼无卫生个呢？这有当时啊，实在是对这老干朋友无公平，伊毋是爱食。食一寡讲迄个有酒精的成分啦，无食一罐的哦，日头七点八点钟冻袂调，无多人做啦。酒驾我无意见，但是其他即个若畏罪不罚，这是本身一再要求的，时机歹啦，吼啊，这点咱拜托来请教咱的啊，观光局长一个来。啊，咱的迄个陈局长，我请教你，即马伫有哪用到即个五月二十提新政府交接六七八？哦，九十到即马吼，即遮个平均甲中期来咱高雄是偌济嘞？好，谢谢主席，谢谢郑议员哈。那我手上的这个数据，从六月开始算起，安尼甲去年多平均少甲你啊一个来。哦，对，到六月吼，差不多减，讲陆客差不多减14%。啊，迄、那个外客，那是当诶，当然咱即马迄个。我这个新娘在高雄市讲全台湾排亚军的呢，亚军呢，我搁讲国语呢，亚军呢排第二的呢。啊，这遮的所有的东南亚的人客有关怀无？有警告无？来请陈局长。我甲议员报告吼，东南亚的状况，因为咱的填报的方式，所以我即卖会当甲议员报告的，新加坡是增加30%。啊，那马来西亚是增加20%到接近30%。马来西亚啦，吼，啊。即嘛时机歹啦吼，最后分析个尾后时机歹，歹趁食吼。物资咱普通一粒高丽菜，下你有咧买高丽菜摘啦吼。我迄讲到就是一粒高丽菜，有那长破的嘛，还佫八九十。所以即嘛，若讲要去出门旅游啦，还是讲要。嗯，套装行程，是是，套装行程，对。好，甲多谢主席，多谢陈议员，甲议员报告吼。啊，确实最近呢，我也有即个思考，就是讲咱的高雄的即个套装行程的规划。我即马若处理在行销，阮的旅展，拢会甲阮的饭店的业者，也是旅行社的业者合作，就是讲甲咱高雄市的景点适合的对象包装成套装行程。啊，即个套装行程的介绍，当然你袂当吼旅行社想了伤济嘛吼。但是我们为了要刺激景气，所以
所以他们都会用比较优惠的方案。我家己完报告，最近我有杀出一个方案，就是甲远东航空、吼啊甲迄个旅行社甲饭店来合作的，就是一个2788的专案。啊，这个专案就是对金门还是对澎湖飞到咱高雄，啊，就用2788块，会当两天一暝，安尼的专案去促销，啊，有一万套。所以当然伫这个过程内底，咱的旅客有一寡区隔啦，吼，有的是讲咱用这个套装来甲刺激，当然嘛有一寡人就是讲，哎、虽然真无景气，但是对伊来讲，旅行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伊嘛会写出来佚佗。所以这个部分，我会阁继续努力啦，嘿。没有，要不要再给你时间啊？好，下好好好好好感谢议员，谢谢就下好，谢谢就下议员，谢谢，好，谢谢曾议员的质询。接下来是苏延成，苏议员15分钟啊。啊，谢谢主席。这个，咱这个高速公路吼，那个凤山溪啦，那个到了铁路地下发电站吼，延伸对这个，咱此时做到这个建国路一段嘛，吼，那个要经过桥嘛，直接桥楼嘞，啊，直接无弄对凤山溪过，对不对吼？啊，直接就伫迄个所在就爬起来嘛。所以，阮南面的徐世杰立委对不对吼？一直在争取对不对吼？就是讲是不是让阮两对凤山溪了对不对吼？啊，了起来，安尼是较符合啦吼，符合迄、那个吼，伊、哦、这个当地对不对吼？咱的地方上对不对吼？整个生交通生活品质提升啦。你若搁用迄个桥底啊对不对吼？那个地方永远是落后啦。啊，当然，这个代志对不对？合并情对不对？吼，就是包括迄阵迄个行政院长的阿罗啊，伊火车头遐，迄边个在做改重山火车站，啊来做改水，吼、哦、啊，预计106年可以完工嘛。但是即摆可能听到的消息是讲，可能会延伸到107年嘛。但是伊即摆，阮这警署伊讲要后续要去做落嘛，是不是？因为即摆是已经发包出来啊，对不对？吼，要去改变可能有困难。但是咧，阮前无久含徐志杰咧谈电也有邀请迄个交通局的人来，对不对？吼，伊有来讲了这个问题嘛。啊，但是咧，伊是讲，哦，可能伊这是那一个阶段完成或下个后一标啦，吼，靠我都来规划这个问题嘛。所以咧，我谈本身怎么建议咧，对不对？吼，铁路地下化会当打通了凤山，对不对？吼，任脉二都啊，就是讲就是啥，咱的迄个青年路，吼、哦。遐不是饮水嘛，遐地下道吼，啊，佮另外一个咧，就是北门啊，吼，遐曾经咧，吼，游览车在遐，我都帮扫扫流，对不对？发生足重大个即个吼死伤的车祸嘛，吼，啊，即他们讲即，吼，遐东西我哩嘛是现场，对不对？吼，真正人我跟伫个迄个火车链啊链啊，对不对？伊迄个救难人员，对不对？伊也拖出来，对不对？煞拖袂出来。过一阵遐呢，你塞进前北区，对不对？吼，真那个场面不大，真的很恐怖啊！哦，但是咱讲起来，对不对？但是你若地下化了，这两个就是无代志啊嘛，就是对立下来嘛。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讲，你要带动顶个诶，这个生活品质最重要繁荣的，对不对？是不是能力宏观起来啦？所以这件代志，对不对？吼，咱这局长，对不对？吼，那麻烦讲你爱。积极的去争取，因为你那无坑底啊，对不对吼？永远就停住在那边嘛。个关键问题是讲，报纸咧报的，吼，媒体咧报的，对不对吼？高速公路要延伸到六股，对不对？这个案可行性，伊即卖是讲，迄个人吼，人迄个人交流量无够，啊到九成，啊到七成，九爱到九成，讲即卖七成尔。哦，啊，这个案呢，对不对？吼，到底进行是安怎？对不对？吼，是不是咱这边车咧会当哦，来过来自己来追踪一下？那你停管中心对不对？吼，包括着吼
这个停车格违宪的问题，对不对？哦，得到很多市民的一个好评呐、啊。哦，那个徐主任嘛，哈、哦，应该这代表，尤其是劳资啊、哦、和谐这方面，我感觉做得非常好。哦，包括局长哎，哦，咱的局长你这边起来努力，因为最近呢，恁这个团体协议对不对？哦，恁资料真了，我分析真了恶劣的，真的，这团协定的对不对？哦，大家人都极不空间嘛。对不对？啊，当然，把这局势有意见，我们再协调嘛。哦、我嘛说感谢讲，咱的秘书处对不对？吼，啊，加咱这边只局长对不对？大力的支持对不对？吼，啊，等等吼，对这较弱势只的，吼，这收费员对不对？吼，这都是一层的保障。哦，啊，当然以后要开发的公办民营，还是讲开发的委外各方面的劳力委外，那是另外一件代志。但是咱最起码劳资和谐对不对？吼，就是讲会当的吼。保障的比较有些这员工，我讲局长这个事情真的，现在分析现在来讹了来肯定的啦吼。啊，当然就是财政有问题，是因为过来协调来协商了嘞，修改重点了，对不对？来动这个案，对不对？哦，所以呢，啊，局长这方面的话，必须予以肯定啊。你等一下再一起回答就好了。那个西南向政策对不对？哈，东南亚对不对？哈，新马粤泰对不对？哈。咱这个，我看见的这个报告对不对哈？就是咱的南向政策推动啊，即马正是安怎？本色咧，伫迄个市场刚做报告的，我嘛有伊讲的这个问题。咱的鸡卵咧，哈，唔茫囥鬼人，伊像台独起码来控制，用迄个，哈，迄个政治的手段对不对哈？甲你封锁啊！啊，从本色的感觉，从封锁的过程当中咧，当然是有阵痛啊。但是咱南向政策哈。啊，咱就加两万块，几人来分落线去，包括南向，包括其他真侪国家，咱拢会当去啦推广到咱台湾，因为咱台湾呢，啊，捌曾经呢，吼，摕这了依据就是城市的吼，四块银牌，三块铜牌，甚至最近的媒体个咧报道咧，对不对？吼，咱依据城市，咱台湾呢，摕到第一名。哦，这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一个成果嘛，包括咱的观光局的局长领导之下，各当主管局长领导之下嘞，咱今仔有这亮丽成绩嘛。但是咱阁继续嘛，哦，是不是安尼？那咱各用推销处理嘛，这个问题对不对哈？咱这个等一下我们一起回答嘛哈。咱的局长对不对哈？就是讲哈，有那爱较积极的哈，咱但是阵痛是的。哦，当然这段期间咱爬过了对不对？咱的光大陆客较少，哎呀，不要紧，当然这个。即、这个以后咧，咱会适应咧，就是咱跑出去咧，按即个市场嘛跑出去，对不对吼？咱讲实在，对不对吼？咱就是慢慢咧，对不对？得去回到倒来啊！啊，再过来是讲，那古代哈，即、这个温泉这个开发嘛，伫高雄县咧，对不对吼？都用经费2000万的经费，对不对吼？都有迄、那个乌，但是乌无，吼伊乌无。但是观光咧，对咱过来讲咧，哈。本有14间的申请嘛，迄个大是大型的这个温泉观光旅社嘛，吼，啊，目前啊通过13间啊嘛，哦，啊，13间当中咧，吼，坦白讲对不对吼？包括迄个咱的副局长对不对吼？迄个吴明昌啊，吼，啊，加迄个联络员的，吼，诶，宋联络员的，啊，加咱的科长对不对嘛？足支持咧辅导遐个来成立，所以会当迄紧的速度对不对？会当来13间来成立对不对？但是。这13间成立了，咱来协助嘞，进入开发对不对？因为六股经过八八以后嘞，对不对？用足落寞啊，哦，啊，所以要带动了六股的部分对不对？我感觉讲温泉嘞，嘛是一个足重要一个角色啦。哦，啊，当然咱即摆讲哦，有迄个宝来阿伯嘞，吼，有要乌井，迄个九百米的这个深温泉井对不对？吼，咱若讲进来处理了对不对？来带动着吼，边岸嘞，吼，六股只观光，吼，而且嘞，这个。一只行业嘞，或者业者对不对吼？会当嘞早起来恢复着来顾这繁荣。搁一个问题，就是迄个宝来嘞，甲登记缆车对不对吼？咱到底是要做无？吼，这等一下免一面回答。咱这轻轨对不对吼？1804年10月16日吼开始营运对不对吼？现在到西四对不对吼？截至105年10月25日吼，总计诶，吼55.5万人人次对不对吼？轻轨延伸营运至西八对不对？西八站以后，
他这边的人数的统计至七至九月之间呢，平均每月约7.83万人次啊，十月份的啊，因运量的截至10月25日的约11万人次。狂撞轻轨对不对？哈，万一德国对不对？去考察对不对？它真的一个是个很便利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大众运输的工的运具啊。好，轻轨这个营运的情形对不对？哈，就是安尼。针对轻轨这个属于是一种属于一新型的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呢，营运至今呢，入口与交通是一大挑战呢。哦。如何让民众熟悉轻轨的运行模式、路口交通行为及遵守标志、标线、号志规定之通行？未来都会延伸的这个环线电力一环及二零七的哈，二零七啊，一环部分延伸环线的哈，黄线啊，就是讲红山的哈，分管了这個。连接线电电哦，南线的及民主高铁连接线哦，青线可连接亚洲新湾区、都会核心区、澄清湖地区及高铁左营车站等地区啊。路线总长度约35.57公里，设置61座车站。哦，这是一朵。本身要了解对不对哦？就是讲，这个轻轨的对红山轨。对不对？伊所走的路线对不对？吼，是对于恁的标识的这个初步的这个规划哈，就是对于红山轨嘛，对于五甲三路、五甲二路，走你国泰路，啊，咱二头前这条国泰路，啊，你要走丁青路，伊的终点站丁青路了，终点站是走伊个是长庚医院嘛，不就了解是安尼嘛，对不对？当时会当完成，照恁的讲对不对？差不多十几年啊，咱这个时间上进度是不可以提升啊，提早啊，这样提早啊，但是时间的对不对吼？来较早来赶了对不对吼？这个计划看咱个提早的未？我感觉轻轨嘞，咱公司的就是讲，咱来当跨局会对不对吼？跨局处啦吼，会当的捷运啊，加上轻轨，加上大众运输哦，我讲真真正正的，咱的市民啊习惯啥？利用大众运输对不对吼？来节省时间来。这个节了减碳节能，对不对？哈，会当的哦。你在你是在轻轨啦，哈，是在捷运的啦，哦，咱讲白会当容纳偌济人呢？你加一个车厢啊，你的车厢容纳的人数咧，得贵低于贵台对吧？低于贵台汽车，尤其上下班时间，对不对？哈，这个塞车问题啊，空气污染的问题啊，咱公司也在得到改善。但是你们要跨局处，对不对？哦，广大宣导。好，咱咧出，即卖网络足发达啦嘛，哦，要出门以前咧，会当去算嘛，哦，坐捷运咧，到坐轻轨了，换轻轨了，用大众运输，大众运输，我嘛伫遐咧讲，我咱咧市民了解，就是讲，咱迄个以前建设好个咧，哦，就是四个转运站嘛，工山嘛，小港嘛，吼，红山嘛，基山嘛，迄个大众运输转运站嘛，你到遐38区，你要到就是拢会当到嘛，哦，那个包括哦，迄个。起码是公车啦，对不对？迄种较早过的，但是了也袂歹哦。车班坐啊，车站坐哦，咱公司的对不对啊？提供的大众运输的这个轻便的这个大众工具对不对？使用，但是爱充分来利用嘛。那无充分来利用，也是政府到处种的浪费嘛。哦，我今仔出去，我等下含个出去咧游览嘛，创啥话无对不对？我拢去车顶啊，公共，我就回来啊。我搁车顶啊，所以我一直在宣导每市政府咧，哦，咱推出的我遮好的物件对不对？互咱的市民知影，会当充分做一个利用对不对？安尼咧，较袂讲形成这种到处的浪费嘛。哦，啊，所以咧就是讲本色咧，会建议对不对？啊，这个服务包括亚洲新湾区啊、市委及凤山行政中心、市议会、贝友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长庚医院、高雄农民总院、澄清湖风景区、高铁左营车站等，哦，这是一这路线，都要延伸环线整体规划，预计何时开工完工？目前凤山区人口数快速成长，交通拥塞日益严重，如何扩大路网服务范围呢？请说明。来，咱监局局长先说明一下。捷运局长吴局长，请说明。感谢主席，感谢苏议员哦，感谢苏议员报告哦。
咱目前拄啊，迄个一环二连接即个吼，咱即个这条线，咱目前已经报交通部可行性。啊，交通部嘛是九月二三已经交予迄个高铁局因先初审，初审了，因啊今年都会等甲咱核定吼。那今年都来等甲咱核定，咱是预计，因为这个基本设计，咱109年的基本设计，110年的时候，咱就开始细部设计，那同时办理发包施工。啊，所以110年的时候，咱就开始塞啊吼。啊塞，咱初步因为咱这里底有三段，一个是迄个吉林，啊，剩的就是一个迄个凤山这边。啊，甲高铁站遮吼，啊，咱分三个去甲完工。第一个就是114年的时阵吼，咱的都会延伸完迄年，咱会甲做好。啊，过年115年的时阵，咱的凤山本管线就是五家这条，咱嘛甲完成。啊，116年的时阵，民主高铁线，咱规个甲接配啊，迄个高铁遐。啊，所以吼，这规段都拢会等完成。啊，咱目前爱积极争取的是讲可行性爱好过，因为可行性无过，村拢无效。啊，所以我嘛去拜托迄个去甲国发会迄、那个。曾旭正政务主委报告，啊，希望来清楚家，啊，嘛拜托。因为我了解，局长，我知道你这方面很积极了，因为我对这个联络员当中，我也了解真侪了，对不 对？啊，当然嘞，就是讲在基于状况之下，对不对？就是讲这个计划嘞，从原则、轻轨要规划，就是规划落去嘛。但是规划了，对不对？是按怎来提早，对不 对？来，让咱的市民嘞，好，两早来享受了这个轻便的这个大众运输，对不对？我感觉这是足重要。其实咱公司嘞，对不对？我哩这个观，去观摩，对不对？我观摩因的制度嘛是袂歹，恁即嘛是容易佚佗嘛，是因为空中的电线污染。咱也较新型无尔嘛，哦对不对？因规个蜘蛛丝嘛，蜘蛛网啊嘛，对不对？咱也无，咱也较新型嘛，咱就充电嘛，都暗时啊充嘛，啊你时啊当停站里面一分钟、两分钟有得充电嘛，所以咱也较新型。但是是安怎进来好，咱的市民享受了这段轻便的这个大众运输，这是一个重点嘛，是，哦是不是安尼？来，交通局陈局长，请答复。好，谢谢主席，谢谢苏议员的关心哈。刚才苏议员所提到有大概三件事情了哈，有关铁路在都会区里面哈，进行立体化的这一个做法哈，是有利于都市运输的哈。啊，离咱本市是用地下化的方式，啊，地下化里面哈，离咱凤山是说拢叫做凤山计划啦，啊，伊这较早就确定啊，工程嘛拢设计好啊，哈！啊，虽然后来咱嘛希望讲，诶，咱个继续往南延，这个往南延的部分呢，可能跟目前凤山计划没有办法，诶，一并一起考虑，但是应该是要及早哈来做必要的规划跟设计。啊，这个部分我们会要求这个中央来重视这样的一个议题，我们会持续追踪它的进度。啊，第二个部分，刚才议员有提到国道十号，是不是能够延伸到？比如说，六龟啊、三林啊、哈等等这些，我们目前知道公路总局有被利用那台28线哈，做那个国道十号联络道，它能够服务这样刚才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这差不多十月已经是完成整个评估啊，啊，即卖伊要上交通部去核定，然后核定了也做环境影响评估啊，得当继续哈往后面去推动。啊，第三部分感谢苏议员哈。在这个过程里面嘛，做协助阮交通局吼，伫迄个受惠员的工会甲阮交通局之间吼，去签订讨论团体协约这个部分。啊，当然劳资和谐是足重要的一个重点。啊，我嘛希望讲吼，透过团体协约能够保障我们员工的工作权。那另外呢，也能够增加市府在做推动这个停车秩序管理的一个效率。啊，增进全民的这一个福祉哈，这个也感谢苏议员的协助。来，公安局曾局长，请。好，谢谢主席，谢谢苏议员。啊，苏议员问了四个问题啦哈。第一个就是新南向政策的部分，啊，对客源的这个多元行销的方式的部分。所以我家己完报告，咱伫8月到9月的时候，咱也参加即、這个新马悦泰的即个市场，包括旅游推介会、甲旅展，咱拢有去参加。某一寡具体的成效，包括新加坡的彩线团11月要来，包括我们泰国的台商总会，最近我们也跟他们密切的这个有一些。联系提供他们一些套装的行程，因为员工旅游诶来到咱高雄，包括我们的这个胡志明市越南的这个部分，那底下10月份的时候呢，也搭游轮，大概有300位这个越南的安利奖励旅游团也来到我们高雄，所以这个部分咱拢积极的开拓。当然，咱为着新南向政策，咱也做做些准备，包括咱的新移民的导览员的训练，加一寡穆斯林的游程的规划，加一寡设施哈，这个进行这个穆斯林认证的这个辅导。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咱拢有在努力哈，咱也希望讲客源真的像议员。
源讲的，不要放在单一的国家，我们希望能够开拓更重就是多元的客源哈。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阿议员有讲到六股的温泉的挖掘的部分，阿议员报告这个2000万，那是要挖两口井，不是一口尔。所以即马第二口井的部分呢，即马目前八月才开始开挖，那它的位置就在宝来国中后的那个基地。啊，目前的进度呢，已经差不多有286公顷，好，那预定要挖900公顷啦，哈。所以这部分咱是用一个大地电阻法来做一个探勘，甲地方一挂人数的讨论，所有有这个温泉的开挖，咱也希望讲，伫今年咱看会当挖的进度，会当看到温泉无，哈。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较多议员讲到，这个温泉业者合法化，确实伫14间不能。上家有15间啦，哈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包括水保啦、环评啦等等，哈，目前呢有13间，哈，已经完成审查是没有问题的，哈。所以后续的这个部分，我们都还会继续再去协助、再去辅导，哈。包括我们也跟这个国财署等等都有很好的这些沟通，哈。那第三部分就是讲到这个缆车的部分，的确没有错。在过去，因为有很多人的建议，包括大会的建议，那我们对于宝来藤枝的三线的这个缆车，我们有做了一些可行性的评估。但是这个可行性的评估的部分，在这条线里底，伊的地质的条件，包括藤枝这个部分，工程技术面呢都比较不具开花的利基，所以这个部分目前是不适合做这个缆车的，所以直接跟议员做一个报告。只要地质滑动，地质对了，我真是家己完报告，就是讲，当然咱的工程的部分还是要在整个安全的评估最重要啊。藤枝这个所在是一个地质滑动的所在，所以话这未来若是讲，哎，做一寡安全性的评估。好，谢谢。好，谢谢我们苏议员哈。接下来是林武忠林议员，15分钟。啊，主席，咱这个观光部门哈，观光局。交通局哈，还有捷运局哈，大家好。今天哈，我本着啦哈，这个观光15分钟是来要讲到什么重点哦，可能啊有所困难哈，但是还是要说哈。我看到您这本的业务报告里面啊，开宗明义啊，就是旅行台湾，首选高雄啊，这个口号喊得很不错啊！啊，真正有没有在首选高雄？你们有没有去追踪啊？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哈。然后你们就写四个目标啊：第一，开拓观光客源，建制有利旅游环境，发展创意行销，规划特色旅游活动。您这本的重点，就拄我头我讲的，旅行台湾首选高雄，然后四大。主轴，哦，啊，今天啊，我无多这四大主轴跟恁探讨哦。我的唯一我讲这个客源，开拓观光客源。这个开拓客源啊，你也知影百业啊，哪无人客哦？农民工啊，别讲要建立有利环境啊，什么规划特色，这个是在后面段。你第一一定要有人。无人做无生意，有人炒才有钱炒。这个做生意的不变的定义。啊，我是安怎讲这个客源哦？这种物件，你若讲较狭义，讲观光就是佚佗哦。你那个观光局那个里面这个局处科长哦，你的概念爱有，唔是讲是来家佚佗，就是观光局要做的一个事情。那个太过狭义了。我咧研究这吼，我感觉讲吼，各局处没有一个局处可以跳脱在跟观光有关的。我讲安尼就比较大的，先我讲一句话，尤其交通局，你若观光啦交通用袂好势，那个也是等于白谈啦。再有什么好的设备，再者什么都没有用。其实，所以这个交通啊，是非常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个比一个咧，教育局，
那办一个运动会也好，啊，办一个咧篮网队啊，咱的林书豪啊，哪讲有法度来高雄市啊，比赛一场啊，因即马是人咧评估啊，在东区是最后一名的林书豪，因迄队那个篮网队，你若我都聘请讲吼，咱的体育教育局体育处那边聘请来遮高雄来拍一场哦。全台湾的人都来了，啊，这个跟观光有关吗？是没关啊，但是他带来人潮啊，这个就是观光有关。所以我们观光局各局处啊，用文化局请一挂日本的，然后一挂古都，一挂文化交流，我都请全世界文化交流文化。杰出人士来咱高雄来办研讨会，来高雄来参观，这个是带来人潮。只要有人，就是跟观光是有关，不是狭义讲要佚佗。吼、哦，啊，你安尼面你就抓大，所以你若讲咱高雄市各局处若办啥物，只要我都吸引国内外来高雄，观光局就要介入，提供啥物援助。不是讲咱较讲，就是讲家哦，这个东西啊，那的观光绝对飘逸啦。哦，我是安尼甲你讲，这个客源，所以客源不仅是来开会、来运动、来佚佗哦，然后啊，就是讲来家要创啥哦，这个都只要你有吸引人潮来，就是观光局要去注意一个方向。哦，这是我呢安尼甲你。有一个概念哦，安尼面哦，你就会做得大。所以，观光局主动要跟各局处有任何，只要有开会有什么活动，商展、旅展什么什么什么，不管哦，不是讲啊，我就开两个旅展，我就办一个啊，我的航线加一班去什么啊？对啦，问题有真正带来人吗？你们要去追踪啊！你开拓讲几条航线，你们报告里面我看啊，我开拓。加两条，啊，加两条是加几个啊？啊，来这消费偌济啊？你有去做一个评估无？你们要去追踪是吗？确实，阮办这个活动，阮有去做这个活动，有去做行销，有带给多少人来高雄消费有多少？你要去做一个东西呀、啊，然后把那个成果报告展现出来，安尼才是有声啦。唔是讲我办啥啊，到底？有效无效，迄不管我都有去办啊，我有去宣导啊，我有去安怎哦啊那怎么样？哦，我觉得说你要花钱花这个地方，你把那个成果拿出来哦，啊，咱政府做大饼，啊，让咱的百姓去享受。哎、欸，苗栗啊，苗栗的管政府讲多大，但是哦，讲啊，你说监察院要来办那个县长。刘正宏哦，哎、欸，一打弄乱呢，但是有几项我肯定伊呢。他花了一点钱啊，请世界男高音啊来你阿哩唱歌啊，配合因的童话节日啊，爱、啊、开几啊千万安尼来叫世界男高音来遐唱歌，好遐管市民，包括全省的人拢去啊。结果他花了2000万，你敢知伊的收益有多少？2亿，多10倍，政府就要做这個啦，政府拼做啊大，啊，让咱的全国的全市的生意人拢有钱赚啦，安尼上好啦。他就做一点，我做的我蛮认同哦。哦，不是讲安尼办那办办那啊没有效果，要看到实效哦。我发现这讲了，搁讲未错，来我们就再看啦哈、哦。你看这里、個。这个陆客从五月份开始、哦、我们没有跟他承认那四个字啊，啊开始有降 GDP， 哎 GDP 降0.1%啊。你看咧，从这个地方啊，哦，这个是团数哦，啊这个是参观人数，你看30000几安尼一直降，啊，这么存你看，存13000几个，哦，啊个团啊1500几团变600。现在还不是这样而已，现在一直在往下降啊，这个数字看出来怎么样？其实陆客也是很重要，
算大客户啦。你做生意哦，拢有一两门啊大客户。啊，阮做选议员嘛有几啊大枝条啊卡呢？哎呀，万一若去互走去哦，会落选呢。所以大枝条啊卡爱顾啊好啊，啊你嘛同款啊，大枝客户啊，大客户啊，也是要看好。当然，咱来国家有国家的政策，只要不影响国格。我唔是讲哦，商人无祖国，为了做生意。其实我对做大陆客那个一条边，还有缅团队啊，我是非常有意见。因你谈的时阵啊，伊敢有受到其他行业没有啊？一旦陆客无来，因即马哀就上街头抗议，讲要本二价。我的看法啊，我觉得他们是不应该有钱谈，伊拢未去哀啊，无钱谈伊就开始哀啊。所以人的泰国啊，局长，人的泰国啊，泰国那是关的一条边的哦，零团队哦，没收游览车，把因的因的游那个旅行社规个查封，查几啊十亿，但人家是这样干的哦，只要你危害到其他行业的生存啊，但你也当生存，你啊，别人袂当生存啊，泰国啊，他们政府就是这样哦，一条边呢。游览车给你没收，啊！你赚的钱嘛，给你没收查封。啊，咱家哦，我也希望那个局长哦，这个落地免签的观光客哦，你要去警处，尽量你尽量爱用外国去方便啊。人家泰国现在都免签呢，啊，伊的生意是比咱家好嘞，咱的要去看的所在哦，我们。台湾是水甜甜的，好，我们看了，来，接下来，哦，你看哦，这是我来给你提出来的说，你看陆客减少啊，影响的层面哦，你就是旅行业者，你看，旅游、旅行社、导游、游览车、饭店、购物、珠宝、服饰、手工艺、农产、饮食、餐厅、夜市。还有等等等等啊，那个比例啊，我都把它比例出来。你说没有影响吗？是有影响啊！哦，当然我嘛是最爱台湾啊！哦，你别叫我讲，那四级共识哦，我的个人立场，我也是反对。哦，啊，但是你也知影哦，咱建物哦，虽然国格也是很重要，国家的定位也很重要。但是照顾百姓是最重要。哦，这个哈，哦，这取舍之间哦，由那些监护力做一个决定。哦，这个观光啊，我给他讲是客源。哪边刺激这个观光客源，刺激咱的分国内内需跟国外。哦，啊，我希望安怎呢？我单独嘛甲观光局长讲哦，你做过民政局长啊？其实咱国库里有890几亿哦，其实尽量为咱卖去北关市，买咱为咱高雄市，啊买当去对呢？观光局长配合民政局长那个长官去专台湾的诶观光局也好，也是因的民政局啊，啊无你过来阮这边，我过来这边，暂时安尼先度过一下难关呢，可以啊。那会袂？我会当过里长啊。那局长出面讲叫我来去佚佗，诶，佚佗拢是里长你决定的啦。啊，那里长那区公所去改讲一下嘛，啊 ，OK 啦。啊，那区公所那民政局长改支持一下，也 OK 啦。怎么不要做？这个也是可以啊，内需嘛。啊，即卖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可以吗？可以啦。啊，恁敢有行出去北关区？虽然你不是旅行社，你做生意啊，其实你带给的是很多商机，是问你要不要做，这也没花钱啊。大家讲讲诶，可以做吗？可以做的。哦，来，那回来哈，哦，这个哈，哦，除了观光带一年哦，那你高雄熊这么已经算出来 PK 高雄熊，阿个花卖人哦，自己参与个行销，哎，这个东西哦，你莫看小看呢，这在日本啊。外国啊，包括你看，棒球队，日本也好，
外国也好，篮球队也好，中场一休息啊，迄个跳舞的啊，为什么要这样？这嘛是一种行销啊！啊，咱呐嘛同款啊，那咱高台湾来咱高雄佚佗，看地路车、大饭店，那讲观光局有生意啦，派个科长去了，科长去就会使啊，免局长，那局长上好，去啊饭店家去看一下，观光局表示慎重欢迎来家消费，可以做吗？可以啊，带咱的观光熊，把咱的花妈联络去啊。门口遐家己猜一个啊，人诶话，人诶国内诶旅行业就讲啊，高雄市足功夫哦，去互观光局长，后来伊也搞翕相啊，搞啊，这个高雄上爱花妈莲藕里啊，可以吗？可以，这拢无人咧做啦。啊，若讲是外国来的，场面阁足啊大，咱诶三太子无介有名，行销咱高雄市，三太子家跳落啊。内门丁该弄落啊！他们很好奇的啦，看到没有？欢迎，这个钱花在刀口上，可以吗？可以啦。其实拢足简单的是恁有去做，莫该想啊遮复杂。咱去佚佗拢爱欢，拢爱热闹，拢爱欢喜，啊有人尊重，好人欢迎。一般的佚佗的心理拢头安尼啦。啊，咱的政府机构出去去该欢迎，去该翕一下相。可以吗？好啊，有翕相等于就点啊！我去高雄，你看，广告局长、副局长，吼、哦、吼、哦，啊，就为门口为阮饭店搞啊翕一张，搁有这个高雄上，搁有花妈连环，嘿，搞不好搁搞跳一个山地舞，也可以啊，可以吗？那不可以，这嘛是创意啊，也可以去做啊，怎么都可以做啊？因为安怎呢？我较会平常时无必讲，因为平常时咱拢。观光拢袂歹，中国客侪啊，拢百业拢非常好，那都不需要。啊，那你困难的时阵哦，我看吼、哦，咱都要多费一点心机啦，哦，多费点心机啊，刺激一下，和观光客、和国内的、国外的都感觉咱高雄市是好客，咱国。哎，给你三分钟哈。就多谢哈。好了，我不要再讲，时间不够了哈、哦，所以。观光局应各县市加强先导力道，结合高铁等大众运输规划，除了高铁内底吼，你嘛当去做行销啊，去跟讲条件啊，哦，迄逐工啊嘛足侪人出去，啊，这高雄哦，我迄观光局长，你吼迄坐高铁，我一直讲两届啊，为什么全台湾都是台北站啊、台中站、台南站，咱高雄就是左营站，我感觉。高雄只不过我们一区啊，为什么要高雄站呢？为什么我们来高雄就是左营站？人足侪日本人咧问我，伊讲乌加死呢？啊，奇怪啊！因为日本人嘛讲去东京、大阪啥物，敢会讲因一个写啥物丁？我所以这个局长，你要跟观光局啊、高铁跟规划讲，来高雄就是高雄站啊，莫甲我讲左营站。哦，这个我觉得都很奇怪。你坐高铁，你不感觉怪啊？高雄就高雄啊，伊就想就是左营代表高雄，这个不对的。对我们的观光行销是有很大的挫折。你莫小看这样哦，人就把你贬到讲你是高雄是左营区啊。啊，以后中央区的区长哦，就做民政局长。这个也不好啊，这个对我们高雄有行销有所阻碍的。有关的政务官啊，就要主动排除，回归啊，跟别的县市一样，咱比台中市较小吗？咱比台南市较小吗？那没有啊，高雄是一个重镇啊，咱唔当自贬我们的身价，好吧？好来，哦，啊，这个风景区这吼、哦，这种特定的吼、哦，我是刚刚有时候吼、哦，市长的签名、吉祥玩物等等举办，你。来这佚佗，你即马改班嘛？来高雄佚佗，画一个摸彩件。国外的分国外、国内，你若达到一定的人数，达到了20万、30万，拢给一个摸彩件，改上百万黄金、百万名车提，可以吗？可以啊！来高雄会当摸彩件啊？哎，那有啥物钱？你几亿个就你编预算啊？那编这啊，这种的啦，做大饼给高雄市民、乡里人做嘛？有没有？人办公室无，咱做嘛，分国内国外。
哦，送百万黄金百万名车，摸奖来高雄玩有，这宣传一个咧，讲哦来高雄佚佗，阁有兼摸彩，市长阁会搞翕相，局长阁会搞翕相，哎，阁送了阁送一下纪念品，哎，那那，哎，这个都避雷啊啦，那有啥物？哎，这个钱就是花在刀口上。好，来我看一下，好。啊，国外的吼，我当然讲国内，而且讲也未了，吼，啊，时间阁够，哦，我。好，观光局郑局长，请答复。好，谢谢主席，谢谢林议员。李议员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这个对我们未来观光的推动，我们会按照议员的这个意见呢，我们会提出一些改善。但是在议员的意见里面呢，我想也做一些回应。其实刚刚议员提到各局处都跟我们观光很有关系，的确是这样哈。在高雄市政府里面也是做一些跨局处的合作，比如说交通局的双层的这个观光巴士，这就是一个交通上的一个对观光的思考。另外教育局我们也跟他们合作这个运动观光。或者是他们在做城市的教育交流的部分，我们也都把我们观光局很多的这个宣传品或者是这个播带交给我们教育局，在做这个城市互访或者是交流的时候呢，能够提供给这个做一个宣传。那另外呢，哈，我想刚刚议员有提到说，哎，各种行销跟活动都要有一些效益的思考，的确没有错。议员可以看我的报告里面，在我们所有的活动跟行销里面呢，我也要求观光局的同仁一定要做一些效益的思考，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最近跑到这个韩国的 Hana Tour， 也就是韩国最大的旅展。那在这里呢，我们带出去的有1000套的这样的一个旅游行程。那请这个 Hana Tour 在现场做一些贩售。结果后来呢，我们又追加了95套，所以总共是1095套的产品。那折合台币是有1971万这样的效益。所以我想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思考，包括我们的五月天的这个追星族的行销，我们带来了10万人。住宿率有90%，这个效益有2亿多哈，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思考，我们未来也会朝这个方向去做一些改善。另外呢，我想刺激这个国内的这个内需的部分，其实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高雄来旅游，国内的旅客其实是占了60%。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们也会朝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努力。未来也搭配交通部观光局现在正在努力的扩大内需方案，我们希望能够刺激我们国内旅游的这个市场。那刚刚议员有提到，包括高铁站是不是要改名，这个当然我们还要再跟高铁做一些沟通，我们也希望交通局能够跟我们一起来争取。另外还有这个落地免签的部分，在泰国呢，它实施免签试办1年之后，目前已经增加了60%的旅客来到我们台湾，所以的确它是有用的。所以这个部分呢，交通部观光局也非常清楚这个效益，所以我们会持续希望能够跟中央一起来努力，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国家的免签，就是对观光落地免签的这个部分，我们来做一些努力。好，谢谢议员。好，谢谢，谢谢林武忠议员。接下来是李乔如李议员，15分钟。好。今天。我要跟我们交通部门的团队，探讨的就是我们高雄市，未来的这个
将高雄市可以提升为国际知名度的一个公共事务。但是在这个之前，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本席是在鼓山盐城旗津这一区选出来的议员，我非常的高兴，也感觉到非常的幸福，在鼓山盐城旗津能够成为民意代表，能够在这里落居了33年，我对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感情的。全高雄市最美的地方就是在鼓山盐城旗津，也是最具有代表高雄市历史文化的发源地。所以政府当要在这里新建公共建设，或者要推动公共事务，要把蛤蟆星、鼓山或者旗津要推到国际的地位，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是会有阵痛，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高雄市未来要在举办生态交通全球盛典这样的业务，不是交通局一个部门的事情，它是高雄市所有的各局处要交汇的一个任务，只是交通局成为了一个主导的单位。为什么这么说？好，我举个例子，当交通局，你们在办交通是你们的强项专业，可是当你们要办民意论坛，那不是你们的强项，那怎么办？民政局绝对都不能缺席，教育局绝对不能缺席。为什么？在鼓山区蛤蟆仙你们推动的那个说明会失败，我说的失败在哪里？第一，人数不足，第二，在展现民意的那个表达性还不足。我们没有看见，你们只跟里长、里办公室沟通。那你要知道，民政部门、卫生局部门相关的这些单位，他们都有民意基础的，没有邀请他们所接触的一些民意出来听高雄市有什么盛典要在蛤蟆仙。好，第二，学校有没有参与？学校没有参与，学校是有家长委员会，有家长的，你们应该要让他们更多的参与。那任何的公共事务一定有正反两面，所以我们民意代表要做什么？我们民意代表是反映民意的前线，但是这个民意当有正反两面的时候，民意代表绝对是站在多数民意。我们的宪法是赋予民意代表的责任，就是当你在决定一些公共事务，就以多数民意为导向，不可能政府的政策是100%的民意支持，不可能啦！你若当着什么人不方便，伊都不会支持啦，因为这是人性面。你说他错吗？他也没有错，他的人性面。可是也有人认为是对的，那么决定公共事务、公共政策活动推动的时候，你就是要听到多数支持。你若多数支持，我议员唔只会支持。所以我今天要跟我们的交通局长讨论到生态交通全球盛典这个业务。蛤蟆仙是什么款的？我底下足久的，绝对你无比我底下足久的，什么行啊靠什么人，我拢足清楚。你这个盛典美意很好，要把鼓山区、把蛤蟆仙这么具有历史文化，这么在高雄市是一个最美，有山有海有河，哪一个高雄市哪一个行政区可以具备这个条件？那我们需要把美的地方展现出来。好，那你要办这个盛典的时候，第一个要考量的，如果当你严重的冲击到我们蛤蟆县的居民生活作息，他在工作上上下班的交通、作息上的交通严重受到重挫，影响他的生活的时候，我的角度就是反对。那么怎么办？所以在你们办这个活动推动的技巧非常重要，你们的内容非常重要。那警察局也不能缺席，他要提供，警察局最清楚蛤蟆仙的交通动向怎么样的状态，他非常清楚。警察局要不要说服他？当然要帮高雄市的重大公共事务要提升我们到国际地位，他也是其中一个角色。所以严重的错误是刚开始的时候
交通局成为了唯一一个角色，那是严重的错误。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说过了，陈局长，高雄的生态交通全球盛典不是你陈局长交通局的事，是全高雄市的事情，这是大事，这也是你们高雄市政府每一个相关的行政团队不可以缺席的。你要做民意说明、调查访查，你让国小、你学校机关都没有参与，然后你的民政系统也没有参与，那你们只有靠里办公室。那里办公室的里长，我就告诉你，里长也是站在民意。里长呐，唔免讲听偌济，伊若听到一个企业 hold 不住，乒乒乓乓的反对，伊就反对啊啦。所以参与的人数是不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前面在做这个说明会不是顺利，所以为什么本席在会场的时候就要求你们喊卡？所以有议员说是你们不办哦，还是给你玩弄啦？南公鸡呢？哦，那是冤枉你们，是本席认为你们这样的这个说明会，是不完整、不完美的，那个民意的表达不够完全，所以这样不好。那么我在这里也建议给局长献策，就是说，你们这个生态的盛典，你出去给人里面宣导的时阵哦，你绝对袂使讲你车拢袂使入来，拢袂使叮当，你拢袂当安尼出入，伊就绝对甲你反对啊，讲啊你袂当出入，我要安怎？我的交通要安怎？所以出发点一开始，我们的方向大概就有了一些偏错，所以在推动的时候是那么的不顺利。所以我建议局长，你们要再办这个生态这个盛典，如果它是成为一个蛤蟆仙，非常美丽，可以展现全那个知名度的，我觉得蛤蟆仙的居民，你们好好的去给他说明精神跟未来的方向的时候，我认为会有进步的。好，所以待会呢，你在同一个时间哦，来回应本席给你做的这个要求。我最基本的，就请你们在办这个盛典的时候，你莫搞我的居民哦，不敢讲哦，伊要出门，伊要创啥，啊，你都袂当让伊会出出入入，安尼骑车还是安怎哦？我感觉这个物件你可以挑，你可以挑。哪一个路线，好，你可以挑。你蛤蟆仙是不可以全面性，为什么不可以全面性？蛤蟆仙是在日本时代，好，日治的时代，他在规划都市计划的时候，它是七岛湖的。你如果全盘的这样子去的话，是生活的机能是不能动弹，所以应该去做好评估，可能也要向居民说，可能要好对一条行路无方便，你茫全面给他处理，你全面安尼的，我李乔都在这里很清楚，我不会支持。哈、哦，那你们如果在技巧上你们的规划好的时候，让我们议员也知道。好、哦，然后呢，我建议局长，这个盛事是高雄市的大事，但是我们的蛤蟆星的居民一定会受到不方便，那不方便我们要降到最低最低，好、哦。抱怨也要降到最低最低，好，然后呢，学校不能缺席，卫生的机关团体不能缺席，民政部门、行政机关绝对不能缺席，全部都缺席啊！丢给你交通局，这个哎，这不是要叫你开路呢？这不是跟你讲要对设红车灯呢？不是要哪？不是，这是牵涉到高雄市民要参与这个盛事的活动。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讲的是，我们的轮船公司，那因为我们现在，总经理悬缺，所以就由陈董事长来做这个代理这个业务上的答复哈。我要甲局长讲，我是气商从政的民意代表，我懂得事业的营运，但是轮船公司是我们市营的事业单位，它不是以盈利为单位，它是在输送。交通的工具，但是因为非常高兴鼓山盐城期间这么漂亮，那历届的市长推动了观光建设，在期间扶助了非常多的公共建设，开就这集变观光，说变到人潮这么多，那是当年的轮船公司的公车处建，当时的建设局的公车处没有评估到这个生态会
演变到这样的，那一则喜一则忧。高兴的是政府在推动在观光这一块的建设在旗津是成功的，可是我们的轮船公司没有跟着观光的人潮同步前进，就是说我的轮船以前再差不多来回差不多再两百，那一下子观光客一下子碰着来了一个周休二日，你们看周休两天的嘛，你周休两天是不是人潮又多了，以前才一天多休了，好再加上公务人员又强迫要轮休了，最好最省的就是高雄市的观光点就是基丁美拜啊吼假嗨散啊，人潮突然的膨胀了几万人，你们还依然用原来的输送旗津居民的交通工具来服务的话，我给你用报警给你骂死啊，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政府在这个部分的这个这个脚步太慢了，没关系，我知道本席呢在总咨询的时候我跟简万中有跟市长这个请求了嘛，加设了一个那个轮船大型的，我听说讯息也是标出去了哈，那我希望未来在这个部分局长您应该，我们是阶层制的，什么人做了不好没能力你都挖人，但是唯一的我要给局长一个建议，轮船公司是事业单位，然后呢你们的总经理这个经理人他应该是民间的团体，他不应该由事务官站代，他一定是对这个商业管理这个轮船书院是非常有理念的非常可以管理的人来管理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你们的人力外包，你们的批判出现在前线，最近很多都是我的脸书电话都在批判你们前线的人力，当民众在问，因为有分流，坦白讲局长你们分流做得还不错啦，好，这个分流我坦白讲如果真的再这样抱怨我会跟我的旗津居民说明分流做得不错，当然偶发事件会有，好，你不知道外来的或甚至有的是古山区的居民啊盐城的、啊、三民区的观光客都会来的时候挤破的时候他不了解啊，旗津居民就优先他会 complain 会有口角，但是这个口角当时你们的轮船公司要有人能柔性的去化解掉，好，都被红跨工嗯啊，怎样呢？好，然后你们的分流是做的 OK 的，好，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们100分，但是我觉得80分是可以啊。那偶发状况你们就在改善，可是当民众搭乘轮船会问为什么你们现在两车轮船在跑？六只拢摆伫边啊！我目睭金金看，六只都停泊在你们的港边。啊，你无叮当两只，你摆个灯落了。啊，其他的这个都会影响到，甚至于我坦白讲，鼓山的也 complain。鼓山说：“我嘛，我不来家开机啊，我都安尼他妈哄交谈。”好，你们的前线就这么回答讲：“我唔知，我唔知，这我唔知，这我店面的代志。我唔知，我唔知，这店面的代志。”如果人力你们是委外人力是这样的态度，没有经过受训，你知道你这是服务业，你他的服务态度没有受训的时候，我绝对啊，这间委人力公司好发掉了，哇，真假嘛？你不挖嘛？你这人力公司来，你是行李人探级，但是你造成了我们公务人员民意代表，哎，我没领薪水呢，我们是喜爱我这个头衔。后起完沙粒是荣耀，我们喜爱这个头衔，我们为您服务是一个成就感，成功的是我们的这个成就啊，我们是又靠着这样子这经营当我们的民意代表，所以就这几个问题，我要求陈局长，你应该要严格要求委外的人力公司，在他前线如果没有授权，你不要轻易到前线去做这个服务案件，你如果还不懂轮船公司的船出现什么状况，没有办法说明，你也没有资格在这个岗位服务，对不对？好，来，局长，你答复我这三项问题。好，谢谢主席，谢谢李议员哈，长期对我们那个旗鼓岩这边非常关心的发展哈。那有关刚才议员所提到那个轮船公司的部分，我先回应哈，整个轮船公司的整个营运，还有对于乘客
不管是居民或是观光客的服务品质，都是我们持续改善的重点哈。那也感谢这一过程里面，检疫员、那个李议员跟检疫员都有非常持续的给我们很多指导跟回馈。那刚才提到的哈，整个疏运这个部分呢，旗津居民一定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最重要的客源哈，那也是我们服务最主要的对象。那另外当然因为有观光的发展，观光客怎么样让他能够跟居民的疏运里面得到一个很好的合作跟配合哈，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哈。所以感谢李议员有关这个怎么通行优先或是怎么样疏运跟对地方的一个说明哈，都给我们很多的协助，这我再次这边感谢。那至于说整个服务的面向，在人力服务品质方面，我们确实是应该还要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对于船舶老旧的部分，我们也很感谢李议员的协助争取。那市长也承诺，我们要在未来的期间里面呢，持续的去做汰换跟改造。比如说，我们现在往生态的、往电动的这个船舶来改善哈。那有一部现有的船舶呢，已经在进行电动改造的过程。那另外有一部也顺利的新造的渡轮也已经顺利发包，预计大概在明年底以前应该就可以加入营运。另外第二艘我们会在明年会进行设计，所以这个应该是也顺便利用这个机会跟议员报告。另外在旗津那个地方，我们有第三趸船，目前也在新建当中，预计在明年一月到春节期间应该就可以加入服务哈。那前线员工如果说他的教育训练没有完成，我会责成我们轮船公司要特别要求，就像刚才议员所提到的，公司不好我们就换掉啊，这个没有什么第二句话的。那至于说整个轮船公司的这个营运的操作哈，我们以专业领导人为考量的重点哈。那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这一个发展的重点，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专业考量，让公司提供最好的这个为民服务的这个轮船服务呢，作为这个考量的标准。那也很感谢刚才议员提到那个生态交通全球盛典在哈马星我们即将要举办的这个部分。那也感谢议员刚才提示了很多重点，都非常的切入要点了哈。那我想第一个生态交通国际的庆典全球盛典，这个是我们市府明年度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当然也是全市各个局处相关合作一个重要的一个事项哈。那这个部分呢，目前在市府里面由许副市长来主持，有一个跨局处的这个工作小组，那么持续我们都有开会在做互相的协调，甚至呢有一些社区改善的计划也是透过不同的局处编列不同的预算，目前都在持续进行当中。整个活动的推动，也许我们在一开始确实经验不足、沟通不足，造成了一些误解。那在过去这几个月来，我们也持续的去改善。目前我们将会在更审慎的、更如何纳入我们民间地方居民的意见。来作为我们推动的一个重点，希望未来整个推动的过程里面是能够透过地方的合作跟参与，达到大家最大的共识的情况之下，共同刷亮我们来重返这个哈马星璀璨的这一个光荣哈。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成果，能够让我们整个哈马星能够繁华再现。那当然呢，目前我们做的都是社区环境的改善，其实我们重点不在于说哈，只是要让国外的朋友来看说我们这哈马星，可以办出这样的活动。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留下哈马星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希望能够透过社区改善、生活环境品质的提升，跟人民的幸福感啊，不管是在居住环境、宜居城市，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它的这个交通运输的功能能够做一个更好的提升了哈。所以，生态交通它不是只是交通。生态交通绝对是一个社区重新检视我们的生活环境品质怎么样做提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那所以呢，我们不可能说去限制我们居民生活的这个通行，甚至他生活基本的这一个需求，反而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提升。提升的概念就是说，或许我们共同来思考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可以替代的这个方式。刚才议员也特别提到，既然它是一个庆典，我们就应该结合各个局处的活动，在社区里面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
透过活动的办理，让大家共同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同来改变，共同来寻找更好的生活品质。如果这些是大家共同的方案，那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大家可以再来检视哪些东西是我们诚意过高，我们应该要回到原来，或是我们觉得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扩大，我们愿意继续往后来推进。我想这样的一个方向，应该是地方也应该可以共同来支持跟认同，或是说大家可以共同坐下来共同努力讨论的一个基础了哈。那这个过程里面，我很感谢李议员也协助了我们很多在地方上这方面的一个意见提供。那未来呢，还有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做，我们真的很希望这是一个机会。那这个机会如果丧失掉，其实再有这么多的资源要投入到哈马星，其实可能未来还要等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生活的品质是我们居民可以选择跟可以自觉的。过去我们很可能就因为生活的经验里面把它给忽视掉了，造成我们的交通拥塞，大家都接受了，但是大家都在抱怨，但是去接受，这个是一个机会。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选择权，再一次的让我们的居民自己来思考。来决定，那所以我们非常看重公民参与，公民的这个提案跟公民参与这个部分呢，未来还需要议员在地方上多多给我们协助。那目前我们的办理的情况也都还蛮顺畅的，有地方上持续的沟通。议员特别提到国小的学校的部分，其他单位的部分，我们也都有长期的在配合。那如果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议员持续给我们指正。好，谢谢李乔如议员。再过来是我们沈英章沈议员，十五分钟。主席，咱交通部门咱所有局长，大家早安哦。本席今日要来讲一个十五当前，我这个梦吼，要来拜托咱交通局吼，来报告一下咱八德二路。国道一号这个交流道到底今年安那？来，我请拜托局长吼，先回答一下。来，交通局陈局长请答复。好，谢谢主席，谢谢沈议员哈。沈议员长期一直关心我们在高速公路八德二路这个新增一个交流道的这个可行性跟建制了哈。那我们在今年也编列的预算，正式进行这一个可行性的研究，因为在法规上，地方政府一定要先完成这个增设的可行性，然后我们送高工局去做争取。那目前呢，我们也已经完成即将要完成这个其中报告，预计其中报告完以后，就一些细节的意见把它做修正，就可以定案做期末报告。期末报告大概预计年底我们就会送交通部去争取这个建制的计划。你的报告会当我看一下未？会使。已经一冬五个月了啦。我从第一回去我就讲啊，吼、哦，你无可能，我来讲你住台南，你逐个若要等去台南，你一定要看到讲电信交流系统，迄塞车塞到真严重。昨副总统要来过金马联乡哦，规个拢嘛是塞到。我先讲这条路吼，从较早我伫什么做乡长，我就讲这要准备要开啊啦，啊一担担十五担啊，当初。高峰是讲，恁的替代道路伤过诶十五米尔，哦，可能咱公交副局长知影吼，十五米，我较紧想尽办法，迄个开二十五米，啊，有符合咱的标准啊，所以我还提这个案讲，即无较紧开吼，即所有的车，规个拢国道一路国道十号，规拢挤起来到电信交流系统，啊，恁前个甲报告讲，啊无等电力路。迄条通可能会改善，结果我有去遐看，我有一工去甲算300台尔，我以为去算3000台，第我要甲局长讲，你甲国光局讲，哈，国光局讲，迄个牌啊，迄是咱写还是咱中央写？国光局，甲建议，伊若要来定义路这匝道，要对遐出来时阵，足侪人毋知影。本地可能住伫林武，住伫左营南仔坑，加减么知影？外地来根本就毋知影要对啊出来，啊，就拢挤伫营庄去。所以恁注意看卖，我调伫伊来巡吼，
标示不明。第二，就到底要走伫倒去，你爱写嘛？吼、哦，要走伫潘兰金，要走伫仁武，要走伫银香路出来。第二出来银香路嘛，要联系潭，嘛要去阮迄个保安宫。吼、哦，爱写较明，无唔知，确实唔知影。所以我有一天我调你来算，多300台咧，300台无法度去解决这交通量。所以我特别急，急讲吼，将来阁无偌久。这几条路会塌死，咱即马回去吼，咱以为回去了吼，我若要回去任务，去到迄个国道，要去到国道十号，昨啊，昨台车冰车啦，塌到对九路落来啊，伫国道十号。如果你若是北德二路有拉设交流道，因知影对遐落，啊要伫高铁，啊要伫怎样，要伫南麻坑，我想怎样南麻坑议员无人去接受啊嘛，因确实毋知影。诶，较早林务一个小所在嘛，一个不起眼的所在。即摆林务是新都心，交通是有够重要的。所以我阁要阁建议讲，伫高铁路遐会当遐嘛属林务，到文武国小遐做一条高架来接国道，接国道一路。啊，八德二路遐用匝道咧，吼、哦，安尼得分散哈，即个交通，即人建议啊。虽然咱市长。伫前年有伫咱林务个后港巷拍通，迄是伫地方尔，地方八卦了遐要用种做方便个。毋过伫顶面遮哦，希望咱交通局吼，甲高工局、高工局也好，拜托较紧过研究遮要安怎去改善，啊无确实真正困难重重。啊，拜托我咱陈局长有较好个方案，过来讲一下，甲咱所有个。咱的市民讲，这个所在免能去改善啦。是啦，顾家议员所讲的吼，这八德二路的部分年底咱会完成迄个期末报告。啊，顾家议员讲要看迄个报告吼，阮期中报告若审查了，我会送予议员吼。啊，至于说整个高铁怎么样跟衔接到高速公路做一个衔接，这个部分我们持续有一些案子，大家一起在讨论了吼。那我再会诊一下吼，来跟议员先说明，以后我们再来往下来做推动。局长，啊，即摆要开这个高铁，这个经费才偌济？经费都爱得等迄个国公局来做评估，因为我们是做。你这有规划200万啊嘛？啊，200万。是，两百万是迄个可行性评估。可行性评估了，有设了经费嘛？经费的部分。来，看上这来。有吗？我们那个有。经费到底一定有写出来，但不过有评估讲要低低落，啊，要哪要征收土地无？这个部分应该经费。我们只是负责迄个需求量有没有可行啦、啊，经费因为迄是国公局的建设嘛，所以我们要去争取国公局他们来编的这个预算。啊，咱这个200万的这个规划费，应该嘛带入讲到底这要征收偌济土地，那土地应该无啥物征收，会变有变道嘛？吼、哦，要开偌济钱？阮通个叫咱高雄市的立委较紧去伫中央较紧征收。啊，若无一拖吼，拄啊到国道七号同款啊。国道七号，我若讲今年吴敦义选总统的时阵，副总统时讲100块人里面完成，到即人听着，有听着声，也无看咧起步，还是反贫。吼、哦，咱政府的这个反贫吼，真爱贫几档啊，10档无。反贫哦，嗯，哦，即摆已经。爱到年底才有法度将迄个二阶环评的范畴界定完成，啊，才进入到二阶环评，所以伊的时间上变成去有环境影响评估去拖刷掉。我呢啦，我有时间带你来出国看一下，你嘛常咧出国嘛吼。讲一个较早同比咱龙湖够济的大陆岛啊，我即跩去昆明，昆明的人口甲高雄市差不多啦，200-300万。哦，我要甲本来要捷运局讲吼，咱做10条捷运啊。一档一条啦，吼、哦！咱这捷运可能我摊头讲了，我看前个这议员的咨询哦，可能等50档，咱高雄都无多。一档一条捷运哦，伫昆明市要刷去成功，要刷去成功，还有20几公里尔，20-30公里，伊的行政中心要刷过遐，因做到要10条，啊，我有迄台汽车，啊，真方便。人口嘛，咪讲500万、几百万，那300万尔。咱高雄市政马上刷去基山嘛，马上刷去仁武，啊，这嘛当子，我是来讲安尼啦，唔通一直反贫啦，或者学者害死啦，
评价吼，评价大家拢死啊，迄根本都无法当，无人开发啦。哦，我拜托相关单位吼，把这个迄、那个较紧，我知影。那有没？因为我地方我知，我了解嘛。你若反评也唔对，还是讲你接了要这路线要哪行，我同了解嘛。是。哦，拜托陈局长你爱注意。是。吼、哦，啊，电力路这个匝道遐爱注意。那些指示牌，指示标示，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需要改善，我就会立即来要求。你去改开去看门啊？我讲奇怪，还无啥车出来，你讲有一条开偌济钱啊？结果我也看无啥，一支都三百台啊！你下早我才坐到用，我叫人第一次三百台，无你试看门，吼、哦，好，请坐。啊，伫文化部门后问到这个博物特区啦，吼、哦。我是讲吼，啊，真无彩。咱的保护目前吼，伫咱高雄的，咱的所有的观光客来，咱也排第二名啦，算人口也袂少啦，毋过产值无介悬啦。吼，我即撮十月七八，我甲二长，我调伫去小樽看，去北海道，人一个小城市尔，小小的城市，十三万人口尔，一个小樽运河。甲咱保护甲要真共款的所在，嘛废仓库，荒废的仓库。迄1912年、1923年起好的，战争了都变成废墟。人政府较紧甲这仓库得改变，吼、哦，啊，若做甲真好。伊开始叫北方叫迄个日本的这华尔街啦，开了金融中心咧，迄北海道札幌一个小城市尔。那个博尔特区吼，确实有老用心咧做啦吼，咱市政府投入真济啦。我为什么今仔要讲这個？哦，你看博尔哦，啊，甲咱个足共款个，啊，甲小镇个这仓库。来，啊，讲产值的吼，咱个游客吼，伫今年有320万，小镇个有795万，咱个产值才4亿外呢。人一个八百八百个，啊！咱哩就讲啥物？咱的人才、咱的文创、咱的艺术家拢倒转来啊！艺术家嘛爱趁钱，文化界嘛是爱趁钱啊！你无经济，当个用用看。我是要建议吼，建议观光局者吼，恁的经营较好，诶，文化界较保守。咱观光局者吼，可能恁有车出去到外国交流、观光，最起码。要拜托观光局者来介入保护，予观光客咱较侪来遮欣赏咱所有的高雄市的代表性诶。从简单诶啊，咱的雄展，咱的2009年，吼、哦，咱的吉祥物，吼、哦，咱的吉祥物一寡过去咱高雄上，咱的一寡高雄市的代表性的物件，拢会当做艺术。日本拢有甲因地方的所有的艺术物件，伊吉祥物也是代表因的所在的物件，拢会摕出来伫遐伫遐展览。外国人、台湾人来咱保护，敢有啥买啥物物件？买足少的。结果咱去小樽呢，咱大家大看细看，看甲看袂起，佮叫人塞，佮叫人塞去车顶，佮惊超载，所以大家拢坐商务舱。其实物件无比咱较好食，会咱较袂晓包装。我是拜托观光局者吼，恁的现实可能较悬，希望产值会当达到，莫讲咱700、800亿啦，无嘛30亿，吼，值即几档，因遐咱陆陆续续搁咧开发周边一寡，吼，咱周边吼过去蛤蟆乡的即个风华再现，迄个游轮上，咱会当结合。咱博尔特区来推动观光产业，吼、哦，因为咱拢政府做拢产出，你看佛光山第一名，6700万。佛光山是咩物件呢？佛光山为什么要吸引所有人去？咱免买物件，伊买物件，咱钱自动就贴油箱，咱自动就银钱开价付啊！哦，我看这建筑物。你若无投资吼，无用收成。后来我要问咱公务局吼，咱张局长，你一直伫即个领域吼，你多才多艺，你咧看足
看足侪物件，希望甲公安局、甲咱文化局啊来做一个真好的结合，看公安局吼，啊，即有啥物较好的即提案，啊，拜托咱市府去变较侪钱的，哈、啊，爱当把产值又甲一当最起码爱30亿，好来。来，郑局长，请答复。好，谢谢主席，谢谢沈议员哈，我真感就是很敬佩沈议员去国外观光的同时，也思考我们高雄观光的发展哈。所以博尔这个所在，其实这几年来已经是咱文创最重要的所在，嘛是少年人上爱去的所在。啊，这几年来大概就像议员所讲的，300几万人，大概350万人左右拢在家，包括伊的假日市集，包括伊的仓库的保存，这是为政府从上而下，我们主动去把这个仓库群保留起来。这个小樽运河的发展是有一个不同款的所在哈。小樽运河这个所在也是透过社区营造，因为居民他们发起了这一个居民自发性的一个运河保存协会，把这个10座仓库群，本来运河要给填平啦哈，把边啊这个仓库给保留下来，然后应该成立一个小樽运河思考会，这个都是由下而上来保存这个古迹，所以底下。这个所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可以从白天升到阴暗，包括做者 pub， 包括做者伊的这个居酒屋，拢伫迄个所在，各有做者创意的物件底下。那我们的博二呢？其实透过政府部门的努力，市长的努力，我们这几年来，古爷博二的几个仓库群，我们也集。也是非常的去思考说，到底在这个仓库群我们有什么好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仓库呢，它有各种不同的特色，包括最近这个铁道的我们的一个博物馆的建立，那个博物馆也真有特色，所以我想未来就议员所说的，虽然最近呢，包括我们结合这个轻轨，我们也推出了这个游程在博二，包括我们所有的游程都有把博二纳进来，但是我想对于经营一个观光亮点，这可能是较无够的哈，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未来我们在整个行销的部分，要去做一寡努力啦哈。譬如讲，较多啊议员讲到的，怎么结合我们的吉祥物来对这个博尔做一个行销，而不是把一个大的公仔摆在那里，而是透过高雄熊，它在我们整个行脚的过程里面，把博尔作为一个宣传的亮点哈。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感觉博尔我们现在当然文化局也是很努力的在那里办活动，还有包括他自己吸引来的这些文创的人口，但是我想透过包装跟行销是最好的方式哈。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仓库群跟我们在地的这个博尔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用包装跟行销的方式来去促销它。那第三个部分哈，其实这个部分是真的长期以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结合地方的观光发展的同时，有时候跟地方居民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协调是很重要的，包括咱伫博尔叫一个月光剧场，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的活动到了晚上所造成的对居民的影响，通通都要去做很多的沟通。这个跟小樽运河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小樽运河这个所在一起由居民自发性的去保存，所以对于那个思考怎么发展是一个就是讲，迄个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但是咱这个所在，因为是咱去甲做一个改造，所以带进来当然带来很多的观光人潮，但是呢，只要讲到夜间的活动，通常都会带来我们只能够比较静态的，所以怎么样把它的魅力从白天延伸到晚上，当然它就会。对这个观光客的部分有一些成长，包括你说在小樽一定是为一起升到沿岸，但是我们的博尔呢，就是说你要去仓库群胜，但是他如果在这个沿线的部分呢，当然就是说有比较热一点嘛，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能够把这个观光从白天延伸到晚上，那我觉得对博尔的整个观光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是有帮助的。第三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说博尔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骑自行车卡达车底下算很舒服的地方，小樽也一样，其实小樽那个所在，若骑脚踏车，我唔知伊有去骑无吼。迄、那个所在骑脚踏车，伫迄里附近佚佗，嘛是足好耍诶吼。所以我感觉博尔这个所在，我们也可以去 promote 这个自行车的一个产业，在这个地方让大家来到这里，除了散步，除了去玩以外，还可以骑着自行车在这里有一个游玩的游程的包装。所以我想未来当然啊，多谢议员提出讲对这个博尔这个景点，因为这几年咱也当看到哈，除了佛光山以外，我们的博尔是
整个他从这个这个几个比较夯的风景区，他现在应该是第二名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未来不管在国际的行销或者国外的行销，在整个旅展的这个包装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愿意全力来对于整个博尔的景点再把它包装成我们高雄的新亮点。好，给我们沈毅两分钟好了哈。咱局长确实，我讲这会当讲啊十哦，思路真清楚，会当举一反三哦，真好。我希望讲有恁的加持，公共加持吼，咱的博尔可能连咪到五百万，产值可能减30亿啊。哦，啊，我呢，我是有机会吼，为了高雄市发展啊，咱这局长台，咱三位局长台会当去大陆的未啦？讲昆明市吼，迄台商会长我同学。了邀请，讲叫恁公司吼，因为高雄人来看门啊，若有机会局长来者，看这因看公公，因要招待，那要透过官方的哦，咱官方恁可能较，恁咧接点较悬哦，可能较麻烦，是毋是当来，我带恁来看一下，确实因一档的产值吼，确实昆明三线嘛，你看昆明市毋是上爱北京的嘛，人建设家迄落。是借进他们，因为硬实力是有够强的，伊要借着咱台湾人的这个软实力，吼、哦，若有机会啊，吼、哦，三位局长，我常带恁来行行看看，吼、哦，以上。谢谢议员，谢谢我们沈议员咨询，那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